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哦，昨天晚上去了白沙岛，晚上下暴雨没有船回来。你昨天找老高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手机也打不通。嗯，白沙岛没有信号。你们两个是一起去的？对。那不是惠子小姐姐吗？怎么你认识啊？不算认识吧，就昨天在游泳馆刚看见的。感觉他们好像很熟的样子。嗯，我听一哥说米娅姐好像还在撮合他来。撮合？惠子姐，哎，你不是那个王彦一的哥们儿李迪？对对对，你还记得我？嗯。你要吃什么？老规矩，分一半就行。哟，小雨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好巧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？你不记得我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，咱俩一起打过球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是你啊，对不起啊。你这表现的也太明显了吧？有吗？啊，我就怕他不知道呢。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，你藏着掖着，谁也不知道你喜欢他呀。你就不怕他拒绝你吗？这死也得死得瞑目呀，你不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呀？小雨啊，你平常喜欢干什么呀？平时就喜欢打棒球啊。没别的活动吗？嗯，还喜欢出去玩。露营，露营去不去？明天要不要去露营？约时间。别呀，我叫着李迪和甜甜的，还有我一小女朋友。人齐了，上车吧。再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这不来了吗？怎么不好使啊？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让苏木帮我们拍一张吧。他不会拍照，上次给我拍照全糊了，一张都用不了，真的。谁说我不会拍？你能不能快点啊？脸都要笑僵了。马上。拍个照这么复杂吗？好了，拿过来我看看。看看，这大的不行啊。哪儿不行了？这边比这边要高，我来帮你弄。等等，走，让他修吧，我们去看照片。快快来，坐我这儿。啊，看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什么表情啊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你看啊。放假了。哇，有鱼吃了！来来来来来。